再来一勺十三香，继续开大火翻炒均匀。接下来重点来了，加入适量的蒸鱼豉油，这是这道菜的灵魂。没有蒸鱼豉油的也可以用生抽来代替，继续翻炒均匀。炒匀以后，再把准备好的粉丝和鸡蛋全部倒入锅中，开大火再次翻炒一分钟，把粉丝里面的水分炒干炒香。这样炒的包菜粉丝不仅可以入味，而且炒出来也非常的漂亮，炒的时候也不会粘锅。这里有朋友会问，具体炒到什么程度才算干香呢？就是炒到粉丝在锅底刷刷作响的时候就可以了。最后加入适量的葱段，然后从锅边淋入少许的醋。放醋不是为了增加酸味，而是解腻增香。这时候粉丝也已经非常的干香了，翻炒均匀以后即可出锅装盘，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包菜粉丝就做好了。包菜脆爽入味又好吃，粉丝干香不油腻，味道不比饭店的差，而且做法也特别的简单。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评论转发哟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每天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明天再见。